如果这个秋天只能去一个地方旅行，内蒙边境这座小城阿尔山，你会不会考虑？每年九月中下旬是这里最美的时候。阿尔山天池这枚流动的宝石会在九月被嵌成秋色的戒指。当你穿越这片秋色向白狼镇驶去，桦树林里会有一群等你光临的小精灵，把他们的样子画在桦树皮上，是鄂伦春族人独有的温情。火山下的民族鄂伦春，这个名字够浪漫吗？北纬47度的阿尔山是世界优质火山岩水源地，这里水源很清澈。当地下百米火山岩渗透出甘甜活泉，火山下的文明就从这里出现。因为有鄂伦春族对火山圣水的世代守护，才有了一颗活泉的出现。泉水蜿蜒不断，森林被秋黄浸染，敖包浅彩旗飞翻，秋天的童话被阿尔山画得很美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抖音